假设与集 U 等于12345678 9， A 集合等于13579，就是奇数。B 集合呢是等于149。试求第一小题 ，A 的余集合 A plus。好 ，A 的余集合呢，就是在我的宇集里，就是我的全世界里，不是 A。好 ，A 的A plus 就是 A 的余集合，就是在全世界里面不是 A 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宇集12345678 9当中不是 A 的，就是不是奇数的，是不是就剩下偶数？所以呢，我的第一小题剩下的就是偶数2468。好，那第二小题呢，就是 A 跟 B 的差级，就是以 A 来讲，没有 B 的，所以就是我的13579里面，我不要149，我不要一，不要四，不要九啊，我本来就没有四，所以就不管它，所以呢，就是等于剩下的357。好，那再来第三小题 ，A 跟 B 的连集，连集就是凡是出现过的都要，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是有的都要写进去。那我的 A 是13579 ，B 是149，一跟九是重复的，所以我多一个四，所以我的连集呢就是134579，好，多了这个四。再来第四小题，交集 A 跟 B 的交集就是你有我也有的，好，所以呢13579跟149交集的部分呢就是1跟9，就是两个都有的。